小 S 公公许庆祥一日在家中因心肌梗塞过世，享受86岁。次日灵堂第一天开放，一早遗孀黄秀珍在旁人搀扶下步入灵堂，小 S 的三个女儿也紧跟在后。不久后，小 S 与徐亚军手牵手步入灵堂，两人一身黑，神情相当哀戚，不发一语，没有受访。身为亲家的大 S 与徐妈妈也在大 S 老公具俊晔陪同下抵达灵堂，大 S 全身包紧，只有露出额头，夫妻没有受访。这是大 S 在婚后首度公开露面，也是夫妻首度同框合体，但没想到是在这种场合。S 帮成员范玮琪消失多年未公开露面，算算这是他2020年疫情严峻脱口说苏贞昌狗官风波后第一次公开现身，还是与夫婿黑人同框。被问到有没有关心小 S， 范玮琪表示我爱他们。黑人被问到有没有传讯息，则表示有传讯关心小 S， 谢谢大家关心。稍早和小 S 情同父女的王伟忠也现身，被问到小 S 目前状况，王伟忠表示大家都好，